一定要搞清，为什么见到方向呢？因为方向是一个小难点，是一个易错点，对不对？哎，那方向到底如何判断呢？我们也有口诀：劫富济贫，主相对，哎，比翼双飞要同行。记住一点，我们的摩擦力，不管是动摩擦还是静摩擦，它都是要阻碍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对不对？哎，它希望两个人一起走。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永远不分开啊！这是他们的美好使命，他们的美好愿望。OK， 好，然后我们关于摩擦力的大小计算要记住啊，咱们摩擦力是分动静的，动摩大小呢看公式 F 滑等于缪 N， 只看缪和 N 啊。那么动静摩大小呢看形式，看当前环境，我的最大静摩擦力 hold 不 hold 得住，只要我能 hold 得住，你来两牛我抵两牛，来三牛我抵三牛，来八牛我抵八牛，如果恰好达到最大静摩擦，那么你就即将发生运动，只要一旦动起来了就跟静摩擦没关系了，就变成滑动摩擦了，就要用公式了，对不对？哎，然后另外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静动突变，从零开始慢慢拉越大，然后从静到动，我们有个突变过程。昨天还有一道比较难的题，我们昨天压轴题讲的是静动突变啊，不是动静区突变，原来是运动的，到后来减了零之后居然趴窝了，不走了。那么很多人觉得难以想象，但是同志们，只要你分成两段，你能理解我们这个形式不同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动静突变啊。那么到了秋季，我们会有更多的跟摩擦力有关的难题，因为到那会儿我们的正交分解已经学完了，我们就可以学各种劈叉的力，然后各种摩擦造型全都可以出现了。 OK 啊，动静摩擦很简单，就看四个条件就可以，只要发生了相对滑动就是滑动摩擦，仅有趋势但没动成这就是静摩擦。 OK， 好，昨天内容呢我们就复习到这儿啊，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那么在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当中，最重要的是哪部分呢？哎，最重要的其实是受力分析这个部分。关于受力分析，很多人说老师我不知道该按哪几个步骤去走，那么今天给大家讲完你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到底每一步分别该干什么了，而且我们立的出场顺序它是有讲究的啊。那么按照我们昨天那个顺序，我们一步一步来走就不会有问题。昨天呢还给大家留了两道思考题，等我们把受力分析的基本性都捋完了，我就给大家把那两道思考题给大家讲清楚。 OK， 好，受力分析的重点，然后是我们的力的等效期的原则，然后就是我们的合成了，我们就要学我们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我们的三角形法则，我们的补力法则，我们的 Y 模型口诀。所以今天内容还蛮多，其中我们的 Y 模型口诀只要掌握了分分钟可以秒杀题，是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内容，所以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我们七天的最后一个时刻。 OK， 好，我先敬个言啊。哎，刚开始你都比较兴奋，敬个言，我们来开始上课。来，先说受力分析。同学们，受力分析是高中阶段除了吃饭喝水睡觉之外你的第四个生存本能，好吗？第四个生存本能它就是这么重要。如果你不会做受力分析，你高中物理是寸步难行，不仅高一，你高二也是寸步难行，根本就走不动啊。那么受力分析如此重要，到底该怎么把它做好呢？我们有固定的几个步骤，你把它记下来。第一个是什么呢？找对象。同学们，在高中阶段，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找对象这个事儿都非常重要。找对了一生幸福，找错了分分钟都一直在遭殃啊。那么我们做受力分析的话，第一个就要先找到受力分析的对象啊。那么找对象当然有讲究啦，对不对？如果题中只有一个物体，那我们无从选择，只能选它。那题中如果有好几个物体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叫整体隔离混合运用，明白吧？求外力的时候呢，我先选择整体；求内力的时候呢，那就一定要选择隔离啊。那么等我们学到这个牛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概念叫系统牛二，到时候我们继续把这个对象这个点给大家扩大化，好吧？好，第一个先找准对象。好，下一个呢，那我们就要分析力了。那么分析力分析什么呢？分析力的有无啊，这个力到底有还是没有呀？那么娟姐给大家提了口诀，这个力的有无巧判断，什么意思？一看条件是否全，二看状态反推演，很好理解啊，看条件是否全了，全了就有，然后二看状态反推演，根据我整体的运动状态和我的核外力的情况，我来倒推啊，一倒推发现该有或该没的，那么这时候根据我们的假舍法来灵活判断啊，然后还有
就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出来混个总要还。什么叫我是革命一块砖呢？就是我们在状态反对的时候，如果发现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力，而且一定得有这么一个力，不然跟我们的状态是矛盾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力应运而生，它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那么出来混个总要还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我们力总是成对存在的，力是相互的啊。所以那种多体问题当中，如果 A 受到了来自 B 的两三个力，那么待会儿你在对 B 做说明分析的时候呢，那么 B 必须会受到怎么样啊？来自 A 的力，明白了吧？好，那么力的有无，接下来是力的方向。关于力的方向，重力方向总是竖直向下，弹力方向总是与弹性形变方向相反。面面接触，点面接触，点点接触，都是要垂直于接触面指向脱离物体。绳的力，连绳收缩方向。杆的力啊，咱们的死杆活杆秋季在具体讲解。总之方向都是固定的，按照模型往里套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弹簧弹力方向呢，记住了，它有双向多解性，既可以拉伸又可以压缩。好，力的有无会判断了，你的方向能搞清楚了，然后力的大小，哎，力的大小我们题里面只要给了相关条件，我们就要学会把它算出来。如果题里面没给，那我们就列综合方程来计算就可以了，明白了吧？所以分析力的时候，有无判断、方向判定、大小分析三个维度都理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画示意图了。画示意图的时候呢，我们画的是共点力，对不对？哎，画的是共点力。那平时老师画单个力的时候，经常画的比较糙啊。那么正儿八经画我们的受力分析图的时候呢，一定要哎就在中心这儿啊，然后把它受到的力都给它画出来。明白了吧？好，那么在画受力分析图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选好对象，明确了受力物体，哎，然后我们在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呢，一定是只分析性质力的，我们不能说物体受到一个重力，还受到一个拉力啊，然后还受到一个动力，还受到一个回复力，这时候就是重复的，明白吧？我们只分析性质力。性质力的分类我们在第五讲给大家讲过了，对不对？重力、弹力、摩擦力啊，然后万有引力、电场力、磁场力，这些按照力的产生原因不同而命名的力称之为性质力。我们只分析性质力。我们平时所说的支持力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它们其实都是弹力。我们叫它们支持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知道我们在分析的是一个弹力，明白了吧？好，那么关于我们右侧这幅图，老师就得讲一下了啊。同志们，你们看一下右侧这幅图，老师现在画的受力分析对吗？你们觉得我画的受力分析对不对？哎，我有竖直向下的重力啊，就是 A 这个物块现在是一个静止状态，它受哪些力呢？有重力，然后有外力 F， 哎，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支持力 N， 这个对吗？我们说全面啊，不全面，它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不对。为什么？这就是受力分析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有的东西你可以一下子就拿出确切的结论，而有的东西呢，我们需要分类讨论啊。那么这时候出场顺序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出场力，我们的力学一哥是谁啊？是我们的重力，重力一定是有的，重力一定有。然后题里面给了我们一个 F， 然后我们第二个分析的就是这个 F。那么这两个力分析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A 和斜面是接触的，那它们之间一定怎么样啊？一定有挤压。你想，一个水平向右的力，还有向下的力，它们不就死死的把我摁在这边了吗？对不对？哎，所以一定是有挤压的，有挤压就一定会有弹力啊，弹力它也是一个后发制人力，得先有挤压，有形变才会有弹力。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看呀，说哎，它现在静止在这儿，对不对？那有没有静摩擦呀？我们不清楚。不清楚的话，我们来判断一下，没有能不能平衡？如果假如没有静摩擦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感觉平衡，对吧？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哎，那么就没有静摩擦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哎，如果这个 F 它比较大呢？同学们，如果 F 比较大会怎么样？如果 F 比较大，那么这时候我们 A 会有向哪的趋势？向哪的？如果 F 比较大，这时候 A 会有向哪的运动趋势？哎，大家都答出来了啊！当然是沿斜面向上啦。所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沿斜面向下的静摩擦，对不对？哎，那么同理，如果我们的大 F 是比较小的。哎，如果我们的大 F 是比较小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又有朝哪儿的运动趋势呢？你想，如果这个大 F 小，特别小，就比零稍微大那么一丢丢，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放在前面的这个 A， 它就有下滑的趋势，对不对？它如果有下滑趋势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的静摩它就应该怎么样呢？沿行的向上去阻碍它，对不对？哎，所以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哪些力是一眼就能判定一定有的？那么这是简单的部分，哪些力呢？我们还需要分类讨论的，好好考量的，这就是其中难的部分啊。那么哪些是可以直接做结论的？你也需要反复讨论。我们接下来慢慢做题，经验越攒越丰富，以后这都是一些基础送分点了。OK， 好，这是关于我们做受力分析的基本步骤：选好对象，然后呢，画我们力的示意图啊，只有。性质力 ，OK， 哎，这些搞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啊。那么关于我们这边的顺序，老师刚才讲过了，对不对？再强调一遍，第一个先分析的是重力，第二个分析的是题目中给的那些外力。那么题目中给了你一个向上的推力呀，向下的压力呀，题目中给的那些外力啊，这个地方不带盒子。好，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分析弹力。哎，第四个我们才分析摩擦力啊，摩擦力是最后一个后发制人的。那么这个共点力啊，老师刚才讲了，说是把所有的力呢，我们最后都起点放在了我们的重心上啊。那么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NB 素材，看看共点力是怎么干的。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啊。哎，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斜面和甲板中间放了一个小球啊，当我们放了一个小球的时候，那么小球受到的重力啊、支持力啊、这个向上的这个力啊，它们三个力最后呢画完萃图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如果我们哎，如果我们把这个板往这边挪一挪，哎，或者往这边挪一挪，同时你会发现，大家在这种平衡的时候呢，这些力仍然是共点力，对不对？哎哎，好，到这儿是吧？哎，看明白了吗？嗯，这些力的作用线呢，它们就是你如果不画成共点力的话，其实这些力的作用线，它们最终也是会教你一个点的啊。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基本上共点力模型了 ，OK。好，然后继续往下看啊，我们来把我们的受力分析小练习一块来巩固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刚才的受力分析基本步骤，我们来捋吧捋吧啊，一共有六幅图，跟老师一块来看。先看第一个，静止在水平地面上的足球，哎，重力一定有，先是向下的重力，然后外力有吗？没有，那么这时候地面一定会提供给一个向上的弹力啊，就是我们的支持力 N， 完事了吧？对，简单的二力平衡，对吧？好，再看右侧，力 F 作用下静止在水平面上的物体，那么共点力啊，重力一定有，外力 F 是倾斜向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哎，桌面一定会给它一个向上的支持力，向上的弹力啊，一定有一个 N。那同志们，它是静止状态的，那么根据状态反推，和外力应该为零。现在力有上有下，还有斜向右的，那么还应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力才能平衡呢？嗯，还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力才能平衡？对，那么得有一个摩擦力是吧？哎，或者说它得有一个向左的力，但向左的力我们周围没有别人，只能靠地面提供，而地面的话啊，怎么能够提供出一个水平向左的力呢？当然是我们的静摩擦力了，对不对？同学们是不是看一下我们这个受力分析的顺序，就这样很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对不对？好，再看我们的第三幅图，重力数值向下，哎，然后有一个向上的推力 F。啊，然后他说沿粗糙的天花板向右运动，向右运动啊。那么 F 呢是大于 J 的 ，F 如果比 J 大的话，那么在竖直方向上啊，我们这个 A 就会去挤压我们的天花板，天花板呢就会给 A 一个向下的弹力，这个弹力用 N 来表示。好，看明白了，同志们，哎，竖直方向上是三个力平衡，对不对？然后再看水平方向，水平方向上啊，它在向右运动，已经发生滑动了，对不对？然后也是个粗糙的，对不对？然后也有弹力了，是吧？所以有摩擦吗？有没有摩擦？一定有，并且有一个朝左的滑动摩擦，对不对？嗯，好，那同志们，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图好像受力不平衡，是吧？是不是不平衡？你想，它竖直方向上上上下下都是有的，但水平方向上貌似只有一个动摩擦，好像没别人了，是不是？
啊，那么这时候，那它为什么不平衡呢？你说它就是不平衡啊，它这时候其实呢也没说它做的是垂直，对不对？哎，它这时候有向右的速度，但是呢有朝左的力啊，所以这时候它做的就是一个减速运动，减速运动就不是一个平衡态，它的核外力就不为零。我们现在接触这样模型是比较少的，等我们学到不就业的第三章的时候啊，第三章天天学各种。核外力不为零的加速、减速啊，各种这样的不平衡模型。好，我们接下来再看我们第四幅图啊，认真看。第四幅图是一个光滑的球，那么这个图提前不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它现在应该是一个静止状态，你就挂着呗，对不对？昨天我们其实专门还讲过这道题，还有印象吧？让我们分析弹力的绳子拉力肯定沿绳向你的方向啊，小球和墙壁接触。点面接触或点做垂线，哎，然后指向外啊，然后我们的重力肯定是竖直向下的，行了，就数这三个力了吧，没有别的力了啊，光滑球根本不用考虑摩擦力，OK，哎，三力平衡我们画完了，然后我们再看第四幅图啊，第四幅图当中，我们这个光滑球一看它也是静止在这儿的，这时候重力一定是有的。看完重力之后，我们说也没别的外力，我们就找接触面上的这个弹力了，对不对？哎，左侧点面接触给它提供向右的弹力，然后斜面点面接触给它提供垂直于斜面的弹力。好啦，同学们，一共就这三个力，完事儿了。它是光滑球，也没有摩擦。哎，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支持力啊，绳子的拉力。哎，那么这个压力，对吧？哎，这边这些支持力，它们通通都是弹力，只是平时我们习惯性的用支持力来说它而已。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弹力。OK，好，我们再看第三幅、最后一幅图啊，最后一幅图，这个 A 呢，一看它上面这根线是竖直的，竖直向上的绳肯定会给它向上的拉力替的，对不对？哎，注意这个肯定是有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斜面会给它弹力吗？给不给？哎，光滑球没摩擦，那这时候斜面和球之间有没有弹力啊？有没有？你们肯定没有啊。如果给的话，这时候力是有上有下，还有一个斜着的，就平衡不了了。所以这个弹力一定是没有的。我就受这两个力，明白了吗？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受力分析啊，基础受力分析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状态是什么啊。只要它是一个静止或匀直的状态，我们就一定要牢记核外力为零这个重要结论。那么，如果题里面没说静止或匀直，那么这时候就有可能面对核外力不为零的状况啊。其他的时候，我们就尽管看条件就行，只要光滑不考虑，就不用考虑摩擦啊。只要我们。哎，有光滑就不用考虑摩擦。哎，如果我们没有说光滑，那么这时候基本上，哎，摩擦力往往就是存在的，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基本练习。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我们的摩擦力了，对不对？哎，首先看我们第一图，静止在斜面上的物体 A，静止。好，同学们，刚才讲了啊，力的状态反推演，它只要静止。核外力就一定是等于零的啊，那么重力一定有，没有别的外力，它一定挤压斜面，斜面给它一个弹力啊，这两个力是不能平衡的，对不对？哎，不能平衡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有相对运动的趋势往下溜的，那么这时候静摩擦就和相对运动趋势相反，刚好朝这儿。好，完事儿了。同志们，这是一个经典的斜面上的物体受力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很简单，一定要记住。好，再看下一个第二图，第二图都是沿光滑斜面上滑的物体 A，它给了一个速度 v，代表它在做匀速直线。它如果做匀速直线的话，哎，不对，这个地方不是匀速直线啊，这个地方给一个 v，对吧？它此时在向上走，表示它的方向是沿斜面向上的。那我们来分析它做的是什么样的运动啊？首先，竖直向下是重力。对吧？没有别的外力，那么这时候就该分析弹力了啊。有重力，有弹力，然后它还沿斜面向上走，那么这时候光滑斜面也不需要考虑摩擦，所以它的受力情况怎么样啊？就分析完了。那么分析完之后，请你判定一下，它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能是一个匀直吗？能是一个匀直吗？
哎，肯定不是匀值，对不对？哎，你想想，我的荷包里在这一片呢啊，那往上冲，我只能做一个减速运动。好，那么到底怎么减速呢？等我们把正交分解通通都学完之后，你就会算它的加速度了。好，那么再看最后这边这幅图，这边这幅图老师刚才是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啊？那么这边这幅图受力情况有几种可能来着？刚才我给你们讲了几种可能。静止在鞋面上的物体 A 有一个水平力 F 作用在它身上。刚才老师给大家刚讲了这种情况下摩擦力有几种情况来着？回忆一下啊，哎，老师在第一页上那个案例那儿就直接给你们已经讲过了，在这儿是不是？哎，F 如果比较大，F 如果比较小，F 如果刚刚好，那么会分别对应着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分别就是 F 比较大的时候。啊，它有向上滑的趋势，那么这时候静摩擦力就是沿鞋面向下的，对吧？哎，F 比较小的时候呢，它有往下滑的趋势，这时候静摩擦力就是沿鞋面向上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 F 呢，它恰好等于某一个值，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受力分析很简单，就只剩下重力、水平的压力，还有垂直鞋面的弹力 N 了，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受力分析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啊。有人说，老师，中间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摩擦？因为有光滑呀，对吧？有了光滑之后，还需要有摩擦吗？根本不需要。OK，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来，那么关于选对象呢，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说如果遇到多体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灵活的使用我们的整体隔离法。那么昨天在咱们碰到遇到弹簧问题的时候。老师是不是也给大家用了整体法，直接我们就把那道读卷题给秒杀了，对不对？甚至都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受力分析和方程解答，我们直接就可以把正确答案给它瞪出来啊！这就是整体法的妙用。那么什么时候能用整体法呢？我以前曾经在一些课上讲过啊，能用整体法的基本原则是，只要两个物体，它们的 A 是相同的，你就可以把它们看作整体。看作整体之后，这时候就不分析内力了，你给我的和我给你的就不分析了。那我们只分析什么呢？我们就只分析外力。哎，我们只分析外力，然后外力和我们整体的运动状态，它肯定是匹配的啊。所以你看，在下面咱们这几种场景下。啊，让人去推一个组合，下面是大 M，上面是小 M，推而未动的话，哎，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别整体隔离去做受力分析啊。要是整体法的话，我们把它们看作一大坨，那么这一大坨会受到向右的推力 F，哎，以及向左的由地面提供的摩擦力。好，同学们，那这时候水平方向受力就直接分析完了啊。那么竖直方向上呢？竖直方向上应该是 J1 加 J2 加上一个地面提供的支持力 ND，这是我们的整体法能够做出来的受力分析。那么如果单独对大 M 呢？哎，如果我们要隔离的话啊，我们以整体隔离，我们优先选择那个受力比较少的，我们称之为少力体，就受力比较少的物体。你比方说，我们分析小 M，对吧？那么小 M 很简单，它就是到一个向上的重力，我们用 J1 表示，还有由 M 给它提供的一个支持力，我们用 NAB 来表示。哎，其中一个标为 A，一个标为 B，用 NAB 来表示它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正压力。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小 M 受摩擦力吗？在水平方向上，嗯，水平方向上小 M 受不受摩擦力？受不受？哎，水平方向上，小 M 受不受摩擦？他说肯定不受啊，对吧？你想，我水平方向上没有别的外力，没有运动趋势，我干嘛会有一个摩擦力呢？对不对？哎，如果有一个摩擦力，不管它朝左还是朝右，这时候我就不能平衡了，对吧？所以小 M 受力就非常的简单啊。那么如果这时候我们想对大 M 做受力分析，哎，那么这时候就比较繁琐一些。我们对大 M 做受力分析的话，大 M 自己有向下的重力，然后我们向上支持 A，A 就会向下压我们一个向下的 NAB 一撇啊，然后地面会给它一个向上的支持力。啊，然后水平方向上，它受一个推力 F，还受一个地面给它提供的摩擦力 FD。行了，完事了，看明白了吧？啊，所以这时候呢，记住了，
如果我们啊想求外力的话，优先选择整体法；想求内力，优先选择少力体。我们尽量不分析那个受力比较多的单独的物体，明白了吗？好，那么下面这个整体做匀速运动，同志们，你觉得下方整体也好，隔离大 M 小 M 也好，他们的受力分析和上面的相比有变化有区别吗？想想有没有区别？哎，推而未动是静止状态，整体匀速运动呢，当然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平衡状态，和外力都为零，基本上没区别。仅有的唯一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哎，仅有的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摩擦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上面地面提供的是一个静摩擦，对不对？哎，等到下面呢，那我们这个地面提供的就应该是一个动摩擦了。但是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我们的受力结构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在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呢，要懂得去复用啊。如果有重合的、相似的，我们要懂得借用之前的结论来解决后面的问题，这样做题才能够更高效，清楚啦？好，那么我们先静个言啊，我们接下来来考验大家一下，是时候给你们发个学分了。受力分析刚才讲了，第一要选好对象，第二个呢，分析的时候只分析性质力啊，然后呢，我们才是画示意图，然后再根据我们整体的方程求解。那么这个地方，运动员在冬奥会比赛中在进行滑雪，求运动员和滑板组成的系统受到的力有什么？运动员和滑板组成的系统，问这个系统受到的力。那么运动员和滑板的这个内力我们还分析吗？那我们肯定就不分析了，对不对？哎，求系统受到的力，求整体受到的力，那么这个组合内部的事儿属于人们内部矛盾，就不用管它了。那不用管了之后，这个地方是哪些力呢？只分析性质力，性质力无外乎就是重力，对吧？弹力啊，摩擦力，其他力我们都还没学呢，对不对？哎，要不就题里面再给我们一个什么外力之类的，但这儿也没给呀。啊，好啦，正确答案基本上出来了啊！记住，同志们，推这是一个什么词儿？推、拉、压、支持，这通通都是效果力。啊，这通通是效果力。我们现在这个运动员和滑板在空中悬空，对吧？他们除了知道地球给他们的重力，也就是有一个空气阻力了，对不对？哎，别的力有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不对？根本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所以只有我们这两个力，明白了？好，哎，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如图所示 ，AB 两物体通过光滑滑轮的细线连在一起，它们均处于一个静止状态。那么有关物体的受力情况，正确的是，对，动力和阻力都是效果力啊。我们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只分析性质力，不分析效果力。这些力啊，性质力最后凑出来一个效果，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性质力和效果力呢放在一起做分析，这样就错了。好，那么这一题你们先自己做一下。哎 ，AB 两物体。通过光滑细线拴在一起，友情提示啊，这是一道多选题。来，我先进个言，大家认真做一下。AB 两物体通过跨过光滑滑轮的细线连在一起，它们均处于静止状态。嗯，我喜欢静止状态。等你们学到牛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静止这两个词有多珍贵了。嗯，静止就是平衡，左等于右，上等于下，太开心了，有没有啊？请珍惜你们目前还能够拥有的这种单纯美好时光。先试着自己分析哈，哎。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啊，哎，我再给大家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好，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陈立帆、麦冬、一叶之寒、椰条、郁闷的核桃、九枝梅、休斯顿、穆晴、萧寒，再加小玲，都答对了啊。我们一块来看看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呀，那么这个地方呢一看啊，我们应该有两个物体需要等着分析。我们先分析哪一个呢？先分析那个悬空的受力比较少的物体。悬空物体它特别简单，对吧？我悬空我还静止，那我这儿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力平衡，我的重力和我所受到的绳子拉力，它们两个是相等的，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A 啊 ，A 一定有的是重力，对吧？一定有的是重力啊。然后我们受到了一个斜向右的绳子提供的弹力，对吧？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没有动啊，没有动。没有动的话，那么我是一个静止，是一个平衡状态啊。我就想问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向上的 N 呢？同学们，你们猜一猜看 ，A 和地面之间存不存在压力？因为有可能绳子拉力很大，它可以分解出一个竖直向上的分量来。如果它分解出一个竖直向上的分量来的话，有没有可能 N 就等于零了呀？有没有可能，同学们？哎，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说 N 为零了 ，N 为零了，还会有摩擦力吗？没有了，没有 N， 没有摩擦力，那么只有重力和一个倾斜的拉力，它能是一个静止状态吗？能是吗？当然不能是了，对不对？哎，一个竖直的和一个倾斜的怎么可能平衡呢？哎，所以我们判定说，你要想平衡，你一定得有一个向左的力，而向左的力只能是一个平行与接触面的一个摩擦力，而如果想有摩擦力，那 N 就不能为零，所以我们的 N 也一定是存在着的，明白了吗？这就是根据状态来进行反推啊，有摩擦力得先有弹力才行，没有弹力了也没有摩擦力了，就一个重力和一个斜着的一个拉力，怎么能平衡，怎么能静止呢？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最后分析完之后，我发现 A 受到了四个力， B 就受到了两个力啊。A 受的四个力当中，除了重力和摩擦力之外，向上的支持力和绳子提供的拉力这两力其实都是弹力，然后 B 呢受到那个绳拉力也是弹力，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和 4D。你选对了吗？选对了没有？有人说老师我讨厌复杂选择题，谁让你生在中国呢？中国人太多，我们要进行选拔性考试，对吧？不出复杂点，那凭什么，对吧？你去98511啊，所以长点志气，不要讨厌，你讨厌他，他讨厌你，这事还怎么整？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来，同学们， AB 两个均匀直杆，我们到了杆模型的分析了啊。弹力包括哪些力？咱们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凡是由于发生了这个弹性形变而具有的力，它都是弹力，对不对？都是弹力啊。那么 AB 两个均匀直杆上端分别与细线，用细线悬挂于天花板上，下端呢放在水平面上，它处于一个静止状态啊。悬挂 A 杆的绳是倾斜的，悬挂 B 杆绳呢是恰好竖直，哎，注意恰好二字背后大有深意。现在各位两杆的受力情况，现在是反正正确的是，来跟老师一起来看啊。我们先分析左侧这个，那么这个杆儿它自己一定受到的是重力，一定有的是重力啊。然后我们再看那这个绳子呢，这个绳子给不给它弹力啊？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绳子不给力的话，那么把绳子剪断了，我们这个棒就啪嗒就掉下来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这个绳子肯定是把它拉住的啊，所以绳子会给一个沿绳方向的一个力，哎，我们用 T 来表示啊。那么这两个力能让它平衡吗？那一定是平衡不了的啊，平衡不了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什么力啊？哎，一定得有摩擦力啊，
摩擦力呢平行于接触面，它必然是朝右的。而有摩擦力之前，我们一定得有弹力，弹力呢那是和镜面垂直的，哎，就是向上。好啦，那么 A 它的数理分析图就画出来了，看明白了？嗯，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 B 啊， B 和 A 有什么区别呢？哎，首先在重力这条上是没区别的，它也有重力啊。然后它会受到细绳拉力，这时候这个细绳拉力是不是向上的？是一个 T， 是一个 T 啊。然后这时候啊，这时候我们说，水平地面和杆之间有弹力吗？肯定也得有弹力。为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水平地面给它搬走，哎，如果把水平地面给它搬走，这是平移法。把水平地面搬走之后，我们这个杆一定会滑过来，变成一个吊死鬼方向，是不是？还变成一个上吊方向。但是呢，啊，我们不会把这个水平面给它搬走，所以呢，它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弹力的啊。变弹力是过点垂直镜面，是竖直向上的。过点垂直于接触面，竖直向上。那么它受摩擦吗？受不受摩擦？受不受摩擦？哎，我说绳是竖直的，支持力也是竖直的，重力也是竖直的，它没有水平方向上的运动趋势啊，它也没有水平方向上的力需要平衡，所以它是没有摩擦的，看明白了？所以这个题最后应该选什么？哎 ，A 受四个力 ，B 受三个力，对不对？好，那么老师给你们已经分析了好几道了啊，那么力四这个你们自己来分析看看。哎，力四你们自己分析看看。来，认真听课啊。传送带在沿着逆时针方向匀速转动，逆时针，那么传送带是在沿行面向下转的，这是传送带的速度啊。小木块 AB 用细线连接，用平行与传送带的细线拉住 A， 它们都处于静止状态，只要静止，核外力就等于零，核外力为零，就是上等于下，左等于右，对吧？总之受力搞平衡。关于木块的受力个数， A 受几个， B 受几个，给大家一分钟啊，再给大家一分钟，再给大家一分钟，来开始计时。还有最后的十秒钟，OK， 好，我们就搞定了啊！我看看最后谁做对了。哎，不好意思，关掉了啊！来吧，让我们一会儿来讲一下这个题啊。那么这道题我们 A 和 B 呢都需要分析，那么应该先分析谁啊？哎，我觉得我们先分析 B 比较好，因为 B 受力的个数一看就比较少啊，它一定受到的力重力竖直向下啊，然后呢它在这个斜面上是传送带上，一定对传送带有一个挤压，所以传送带会给它提供一个 N， 好吧。哎，然后传送带啊，给它一个向哪的摩擦力呢？你想，传送带是向下走的，它是不动的，所以它相对于传送带，它相对于传送带相当于往上走，所以它的摩擦力就是沿斜面向下的，好吧？哎，那么它之所以能够静止，你看它有向下的力，对不对？有斜着的力，有斜朝左的力，那么它还需要受一个什么力？哎，如果受这些力，它应该往下溜达呀，没溜达成，就是因为
咱们这个绳子 A 不进的绳还给它提供了一个弹力 T。 好，那么到这儿我的 B 就完事了，重弹磨绳子拉力都有了，然后一共说几个力啊，说四个力。好，然后咱们来分析 A 啊，那么 A 受哪些力，也有的是重力，也有的是支持力，也有的是摩擦力。那么我们这个绳子啊 ，AB 段这段绳子，它既拉 B 又拉 A， 那么它对 A 的拉力呢，向下利用 T 表示啊。只是 A 呢，上端还有一个和天花板相连的绳子，我们这个绳子用 T 撇来表示。好，所以这就分析完了呗。那么 A 受几个力呢 ？A 受五个力，看明白了？送分题，同志们啊，我们只要严格的按照，先是重力，哎，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弹力、向上的支持力、绳拉力，然后摩擦，对吧？哎，那么这个顺序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它的状态是静止，平衡思想要始终制约着我们。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昨天留的两道思考题了啊。来，昨天给大家留了两道思考题，其中一道思考题呢是这个样子的，板砖问题啊。哎，我们的板砖问题，同志们还记得那两道题长什么样吗？来 ，A、B、C、D 四个板砖啊，质量均为小 m， 然后目前呢，咱们用两个夹板把它给夹住了。夹住之后，它目前是处于一个静止状态的。哎，它处于静止状态的话，那么想求一求墙壁给 A 的摩擦、A 给 B 的摩擦、B 给 C 的摩擦都是多少啊？那么这个题呢，用整体隔离法解决就特别好解决。首先，既然四个人都静止，我们先可以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的话，这个整体的重力就是向下的四倍的小 mj 啊。那么把它们内部的摩擦力都忽略不计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数值方向上，左边和右边应该各有一个摩擦。由于对称，这两个摩擦力大小肯定相等，所以整体的话，哎，向上是 2f， 向下是 4mj， 它们是平衡的啊，所以可以提炼出 f 就应该等于二倍的 mj。OK， 那么整体分析到这儿，那么墙面提供给 A 的摩擦力也就出来了，这是墙面给 A 的，也是墙面给 D 的。 A 和 D 就代表整体接受了这两个力，对吧？好，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想求 B、C 之间的，那我们可以把谁看作整体啊？我们可以把 A 和 B 看作一个整体。当把 A 和 B 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它们的总的重力 J 是等于二倍的小 mj 的啊。然后咱们这个 A 和墙面之间是有一个摩擦力的，并且这个摩擦力已经等于二倍 mj 了。好，同学们，这种情况下 B、C 之间还有摩擦吗？B、C 之间还需要有摩擦吗？啊，你发现 A、B 作为一个组合，光靠他们自身重力和墙面给 A 的摩擦就已经平衡掉了，是不是？哎，这时候 B、C 之间就没有趋势了，也不需要进摩擦了。你有，反而多此一举，平衡不了了，对不对？哎，所以 B、C 间是没有摩擦的啊。那么这个点我们也搞明白了。下一个就是我们想求 A、B 之间的静摩擦。如果想求 A、B 之间摩擦的话，我们优先分析谁啊？优先分析那个受力比较少的。那 A 和 B 谁受力比较少呢？就 B 呗，对不对 ？B、C 之间都是没有力的啊，你 A 和墙之间还有力呢，所以我们只分析 B。如果我们分析 B，B 自己只有一个向下的重力啊，它自己的重力向下，它右侧和 C 之间没有摩擦力，所以我们可以把 C 直接怎么样啊？直接给它先不考虑了啊。那么它之所以能够静止，所以能够保持平衡，完全是因为左侧的 A 施舍给它一个向上的 AB 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力就等于 MJ， 看明白了吧？啊，你说老师 ，AB 间摩擦力是 MJ， 这事对吗？你可以验证一下呀。你可以在谁身上验证呢？在 A 身上验证。你看 A 自己受力有向下的 MJ。墙壁给了它一个向上的 2mj 啊，然后 A 如果给 B 提供一个 FAB 是向上的，那么 B 一定会给 A 一个向下的
反重力。好，同学们，这么验证一下 A 是不是也是平衡的，看明白了吧？啊，所以这种板砖模型啊，它的核心关键词就是一个整体隔离灵活的混合运用啊，只要大家是一在一起的，这时候你可以把 ABCD 看作一个整体，可以把 ABCD,ABCD 都可以，明白了吗？只要数学分析简便就成。好，这是我们昨天给大家留的一道思考题啊，表面上看它考的是摩擦，其实本质上考的是整体隔离。OK, 来再来一个啊，我们昨天还给大家留了一道思考题是这个样子的。这道题是有难度的，装逼利器。开学之后你去问你们班同学，我敢保证 95% 的人都答不出来。95% 都答不出来。来，老师给你们画图啊。哎，这个墙角这儿立了一个三角形的块，这是 A 啊，然后 A 下面呢还有一个块是 B, 然后有一个向上的力 F 拖着它们，哎，然后问 A 受几个力，它目前是静止状态，哎，目前是静止状态。好，问 A 受几个力，同学们好好考虑一下 A 受几个呢，我给大家几个选项啊，两个是吧，一个肯定不可能平衡嘛，是不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你们想象一下应该选什么啊？认真听课。哎，想判断 A 受几个力，那这个地方因为是力 F 拖着 A 和 B 这个整体，它是一个静止状态，所以想把这个力做好的话，一定先干嘛呢？先整体的分析一下啊。那么如果做整体受力分析的话，我们把 AB 看作一坨，把 AB 看作一坨的话，这一坨受力首先是重力 JA 加 JB, 然后是外力向上的 F啊，向上的 F。 好，同学们，那还有别的力吗？嗯，还有没有别的力啊？把 AB 看作一坨的话，难道 A 和墙面之间是没有力的吗？啊，第一个问题啊， NA 和墙面之间有没有力，有无弹力，判断一下。哎，有就发一，没有发二。A 和墙面之间有无弹力，有就发一，没有发二。好多同学要发一哈，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 A 和墙面之间就是没有弹力啊，为什么？你想一想，如果现在这有一个物块，它真的是长得稍微奇怪了一丢丢，但是呢它只受到了向上的一个 F 和向下的重力，周围没有别的外力了。你说只受向上的 F 和向下的重力，它会对墙壁有一个挤压吗？会吗？没有挤压。没有挤压的话，怎么会有弹力呢？根本就不会有弹力，也是后发制人的，好不啦？哎，所以你会发现哦，靠整体法，我发现 A 和墙面之间是没有弹力的，没有，绝对没有。如果你 A 对墙有一个挤压的话，那么这时候墙给一个 N, 那你会发现这个整体在水平方向上再找不出另外一个朝额力能与这个 N 平衡了，对吧？所以有的人不信这个邪，那你可以假设呀，你假设 A 和墙之间有弹力，那这个弹力是垂直于接触面，指向受重力的就朝右的，你有朝左的力和它平衡吗？有吗？没有，是不是？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承认，哎，我们这个 A 和墙面之间它就是没弹力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得隔离开来做 A 的分析了，对不对？我们说那 A 和墙面之间没弹力的时候，我已经确定了，我现在单独分析一下 A, 单独分析 A 的话啊， A 受到了向下的重力，然后那个 F 也没直接站在它身上，对不对？那么 A 如果想平衡啊， A 如果想平衡
平衡，那么它得受点别的力，可是它和墙之间一点力都没有，这墙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搬走了，对不对？哎，可以把它搬走了啊。那么这时候它平衡靠的是谁啊？它靠的是我们的 B。那么 B 呢？哎 ，B 和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啊？哎 ，B 相当于是一个小斜面，在它前面垫着呢。那 B 能够给它提供的力是弹力是垂直于接触面的，但是光有一个弹力 ，A 能平衡吗 ？A 平衡不了。对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还得有一个静摩擦啊。那么这个 N 是 AB 之间的，这个 F 也是 AB 之间的。所以 A 受几个力啊，同志们？看出来了吧 ？A 受到的力就是三个力啊。你说老师，那这时候 B 受什么力？几个力呢？哎，我们来把 B 也做一下啊。B 自己肯定有的是重力，然后出来混的总要还，我给你人家还给我。B 给了 A 一个垂直斜面向上的 NAB， 那么 A 也会还给 B 一个 NAB， 对吧？两个大小相等。然后 B 给了 A 一个静摩擦，沿斜面向上，那 B 呢 ？A 也会给 B 一个静摩擦，沿斜面向下，方向相反，大小相等啊。然后 B 身上还受到一个向上的拖着的力 F， 哎，完了，所以 B 的受力分析也就出来了，它一共受几个力啊？它一共受到了四个力，过了吗？所以这种题，如果你刚开始就隔离 A 隔离 B， 你就老觉得 A 和墙壁之间，哎，得有弹力吧，哎，得有摩擦吧，对吧？你一旦开始有弹力有摩擦，这题就废了啊。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这个整体法它具有特别特别关键的作用。如果你不这么做，这题基本就废。但如果你知道先用整体法，然后这道题就很巧妙的就走上了正确之路，明白？开学之后。啊，看谁不顺眼你就怼他，说来做道题呗，啊，看你厉不厉害，然后你就可以一解多年之恨，知道吗？好，这个要记住啊。哎，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点，哎，就是我们学了很多力之后呢，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概念啊，叫做合力。什么是合力？什么是分力？在这呢，其实就很简单，就一句话啊。如果一个力的作用效果，哎，如果一个力的作用效果和几个力的作用效果相同，哎，我一人顶你们好几个，那么呢？我们就把这个力称之为这几个力的合力啊，然后把这几个力称之为那一个力的分力。哎，那么已知分力求合力就叫做求力的合成，然后已知合力求分力呢就叫做力的分解。好，同学们，合力和分的概念呢，就这么简单，对吧？一个人顶好几个，这一个人就相当于这么多人的合，它就叫做那几个力的合力啊。那么那几个力，自然而然也就叫做它的分力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哎，我们求几个共点力的合力，我们用的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来，咱们做一道文科题目啊，这道题就叫文科题，学什么？分太少了，是因为它太简单了啊！对，我们求共点力的合力，就是说你只要效果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承认你是我们的合力。所以它用的是等效替代的思路，知道吧？用的是等效替代的思路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哎，我们的下半场就是力的合成。力的合成，先开个篇哈。初中我们只学过什么力的合成啊？初中我们就学过二力的合成，还记得吧？而且这两个力呢，它们还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啊。那么同一条直线上的两个力啊，同一条直线上的两个力，如果它们俩是同方向的，哎，同方向，两人心意相同，往一个劲儿使，那么这时候合外力等于他们两个人相加，合力的方向呢，那么与 F1、F2 的方向是相同的，对不对？哎，那如果哎在同一条直线
上有两个力，它们两个是反方向的，这时候它们的合力就等于两个力大小的差，对吧？然后合力的方向呢，也是和较大的那个分力方向是相同的。同学们，这是我初中讲过内容，对不对？哎，那么初中讲过内容呢，太简单，到了高中我们就不再只研究一维的同一直线的，要么相同方向，要么相反方向了，太简单，太简单 ，too easy， 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要学点有难度的，那就是成角度的啊。那么成角度的两个力，它们的合力到底怎么样呢？这事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们是要根据客观事实。哎，来描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实验的，同学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实验的啊。那么做完实验之后，我们发现怎么啊？做完实验之后，我们发现，哎，如果成角度的两个力能把我们这个，比如说橡皮筋儿拉到了某一个位置，那么这时候如果以 F1 和 F2 作为平行四边形的两条邻边，然后画出一个完整的平行四边形，那么对角线所表征的这个力，它一人就能把 F1 和 F2 两个人的活给干了啊。也就是 F 和一个人的作用效果和 F1 F2 两个人搭配的作用效果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对角线称之为 F1 和 F2 的合力，这就叫做平行四边形法则。好，同学们还记得老师之前讲过矢量和标量的区别吗？什么是矢量和标量的本质区别呢？就是如果力的合成，就是这个量的这个求一个量，它的和啊用的是代数法则，它就是个标量；如果用的是矢量合成的这个平行四边形法则，那它就是一个矢量。OK 啊，那么力的合成它遵循的是平行四边形法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矢量。明白了吗？那么这个平行四边形我们到后来懒得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三角形。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把 F2 的平移一下，平移到右边之后，哎，和 F1 呢首尾衔接，这时候我们直接这么连一下，哎，这条边也表示的是合力，清楚了吧？所以平行四边形法则也好，三角形法则也好，你都要知道哪条边表示合力。OK， 好，掌握同学方六六，这就是我们啊学了矢量之后必须要掌握的矢量合成法则。你要想求两个矢量的和，要么把它们画成一个共起点的造型，哎，共起点，这时候呢，直接把它们的对角线连起来，就是它们的矢量和。如果你想用三角形法则，你可以把这两个矢量呢首尾相连，首尾连的时候，你直接连哎两个矢量的首尾，就可以求出它们的新的和来，会了吗？平行四边形法则也好，三角形法则也好，那么它们都是用来计算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力的合成的关键利器，每个人都必须会用。OK，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个简单实验，然后我们就中场休息一下啊。来告诉你们我们是如何探究出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法则的啊。让我们来找一个弹簧秤啊，弹簧秤，哎，挂在这儿，稍等一下啊。哎，好，好，同学们，你看啊，我现在用一个弹簧秤，把咱们这个小环儿，把咱们小环儿呢拉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哎，然后接下来我再来一个弹簧，哎，啊，然后呢，让它们两边撇着，你往这边走，你往这边走，不行，还有点歪啊。我们要保证效果相同的话，那就是要让那个环儿回到刚才那个位置。OK， 好，同学们回过去了吗？好像差不多了啊。哎，好，差不多了吧 ？OK， 好。那么在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同学们，哎，我们把环儿拉到了相同的位置。刚
开始有一个力的时候，对吧？有一个力的时候，哎，那个力是在输入向下的方向的。那么后来我们用两个力分别拉的时候呢，要想保证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么两侧的力呢，就是成我们这个，哎，成我们这个平行四边形的这个两条邻边的，对吧？那么最终那一个合力和两个分量，它们是不是刚好满足一个平行四边形？看出来了吗？对，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有啊，就是有咱们这个平行四边形，理解了？哎，你看。蓝色的力代表刚开始就一根弹簧的力，这两个红色的力是我们后来两个弹簧一起作用的效果啊！你发现它们效果相同时，两个分力和这个合力恰好连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喝了啊！好，这个实验你们回头学校也会做，把它的原理呢一定要记清楚。OK， 好，接下来呢，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同学们，现在是。